就是我今天要提案，就是新的 GDP 官网的文字整理，然后还有 GDP 的考古区，然后我是大柱，然后我的三个字就是关键字就是周中团猫猫跟推坑，然后这是我家猫猫很可爱，你应该还没有看过的时候，我现在让你看看，然后我只是想晒猫，对，然后我今天提案三个关键字就是 GDP 的基础建设，然后考古跟新手友善，所以就是今天第一次参与的朋友，等一下欢迎来找我，然后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大松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你好，如果你已经来过，那你也好。 对，我们看周五没关系。那你有看过这个画面吗？没有的话，你现在可以直接就是拿起手机或是电脑打一下 GDP 打击W上面看一下。没错，它就是现在 GDP 打击W 社群的官网，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找到就是 GDP 社群的介绍各种讯息。然后，如果你曾经看过，你可能会觉得说，资料好像有点旧，然后或者是就是觉得有点不太容易找到资料。那没有错，因为它已经这么久了。 对，看他这么久，他虽然持续逗人在更新跟维护，但是就是也常常会断掉，因为基础建设就是很容易没有人做。那所以就是新年新希望，所以很多人结婚了，我也想跟猫猫结婚，对不对？再一场的猫猫，然后就是今年现在就是新官网应该换一个新跟新用，我们先感恩科比，赞叹科比一下，他帮忙设计了新的衣服，长这样子。那现在有新的衣服应该要做什么呢？就是把肉填回去啊。然后是这样子，然后具体怎么把肉填回去呢？就是把肉填回去就对了。 所以具体到底要怎么把肉填回去呢？然后第一个就是发想，我等一下想写，就是请大家帮忙发想如何变卖官网，例如说你会想看到什么讯息，然后就要大家协助就是整理官网上的文字内容，然后就是考古一下它里面可能有一些曾经 GDP 社群的产出，那所以说不定有些想法是可以再一次被重现的，那也说不定会有一些你有兴趣的坑可以来做，然后看着他的眼睛，感受到他期待了吗？就是标准的在找的就是你。 对，如果你今天等一下不知道做什么专案，然后或者是你第一次参与GDP大松的话，等一下你都可以来一起就是参与考古一下，然后或者是就是看看有什么发现，那或者是等一下你可以找一下，就是刚刚就是没有人知道 GDP 专案怎么做，他说的是说 nobody knows how GDP work，然后我需要就是第一个喜欢考古的你，然后加上整理资料的你，然后或者是第一次来参与大松的你，一起来帮忙整理新的官网资料，然后文字版官网资料你可以到就是提案页面找。 到这里找到空笔，然后它其实有一些现在的东西，可以先稍微看一下。对，然后就是欢迎你来大松，祝你有一个饱饱的一天，谢谢。